韩版的这种布蕾丝，超级身高是快要167，它是在小腿肚跟膝盖之间，所以这个如果是娇小20公分的人都穿都是 OK 的。棉质，然后是有做这样子的雕花，洞洞的雕花，满版的这种布蕾丝，后面这样，超级可爱的。像我没有拉它，都还有空间，然后它的弹性是非常大。这个可以穿身吧？可以，这个肚围可以到120公分，所以原则上可以穿到身。我其实觉得它很下摆很漂亮。对，下摆超级美。它是那种波浪的，不是像正常一般那种平的那种东西。对，波浪。这样，它的下摆是这种波浪，波浪摆，然后它的边边都是有这样收边的。这种花苞绣啊，它一定是两层，它里面一定还会有一层。还好它里面也是棉麻的，很是很薄的。是棉，有些是网纱的，就会比较厚一点点。这完全不会，这完全不会。嗯，我看。身体都有做内里，所以你不用担心透，然后也不会厚。它里面这一层是薄薄，给你们看一下内里。看这个内里跟手绣部分一样，就这种很薄的这种一层，薄薄一层的。线袜它也不会非常非常大一件，可是刚拉又可以穿到身哦。这件版型也是很好，就是不管是有肚子或是没有肚子穿起来的话，都是非常的 OK。